谢你们。其实，身体有一点不适，本来一开始还可以，但是我一上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，然后我开始有一些很紧张，但是我需要适应一下，所以这第一首歌让你们把这些歌唱完，这首歌唱完，专属天使。不过呢，我利用这个说话的时间，这个 talking 的时间呢，让我适应一下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在台北这个场合呢，实在是让我太惊讶，然后太特别，也让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永远不过期。